跟我们一起去行善。今天是第74集的播出咯。大家看我旁边坐的是谁呢？大家好，代班是我们的主委的。那我们主委呢，今天我们开场我们要用一个按铃申告。是想那边按铃申告你知道吗？因为今天代理没在，那两个小鬼当家，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顶礼拜咱73集播出之后，好多好朋友一直关切啊，打电话的要现场问的，伊讲公主公的是虾米啦，因来拢无啥听，听得到一样，可是不晓得后面两三样的意思是什么。安尼吼，今仔就是趁公主不在我们来还原一下事实哈。那个诸位，咱会记得讲咱公主吼，咱有拍过什么宗？咱的网络上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宗教出奇人上告阎罗王一哈、那个部分是什么？哦，迄是咱民国107年的时阵吼，咱就开始咧起庙啦。啊，有拄到吼，外口啊，就故意放话，就是来啊造谣，哎呀，抹黑龙德公。是啊，顶面就来讲讲啊，庄主吼，即卖吼咧起庙啦，土地登记伊的名啦，吼啊，然后里面都拿他啊拿这些善款啦，吼假钱啦，吼种种的一些不实的指控啊，咱厂商提供面上，顶。然后其实我们刚开始要盖庙的最怕的就是外面的风风雨雨，是那当这些的谣言四起的时候，我问你，你会来龙德宫把四妈祖驾福到去没有？那有可能，那我不敢再去了啦。那当然就却步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刚开始要咱开始第一只起来的时候，永住他得到这些外面很多在一些社团、企业界这些风风雨雨的时候，他惊觉说：“那那些庙后盖都有问题，你要哪去？”所以说，当时公主她啊，征求了三条轮海清宫，分林三条轮海清宫是三路殿哦，那是保护千岁祖庙。然后我们的阎罗天子，他答应公主去那边，咱写一篇书文，公主去遐就抓兵旗。就是对天对地对咱阎罗王来讲，伊一生清清白白，他没有任何的贪念，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一个贪渎，贪赃枉法的这些事情。但是面对这么多的指控，他没有办法一一去辩驳嘛。没错。所以讲来阎罗王面头前，伊来就抓，他说讲，闹一两三世，因到三代。伊拢就落去，哇！嘿，全家重病，家破人亡，财产一败涂地，很重的咒诅，然后要追殃子孙，然后拖累九贤七祖。这郑公公对伊来讲啦，他是一个承担。那当初我们刚好把这个影片整个都全程就录制下来放到影片放到 YT 的时候，很多人看到说，哇，那一间宫宫主那叫干死，嘿。然后，伊真侪人打电话甲我问咧，哦，恁咧顶公主吼，比男主汉甲男主汉哦，事实上，真的是妈祖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代言人。对，那从那个影片露出之后，迄阵迄个标题呀、我下了一半，我下了一个标题就是上告阎罗王，可是上面那一个不是我写的，宗教出奇人，那是。阎罗天主包工作所属的，是、所以公公串起来才有宗教出奇人上告阎罗王这个标题。我们现在 YT 啊，上面浏览应该15-16万的人看过了，很多人看过了，对，当然咱认同的人足赞叹的，那好，你刚才这影片出去了后，过来外口风声都拢无去啊，是，因为大家唔敢搁黑白讲，因为公主讲。假使讲我有做，伊所拄只讲的遐重罪，伊拢要领受，因果自己承担。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但是人家恶意诽谤，讲的人你也领罪啊。是的。所以他要全部买单。有人说，公主啊，你做公主唔对啊，自卑啊，你哪就会抓很重？这人就是讲歹话啦。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是、人性的可悲啦、过来好咧，刚才因为咱这个所、放出了，过来无声无息，咱就无灾无疫。
新妈祖三年起庙神迹能够真的哦，就在三年里面盖起来。六万多笔的功德主哦，帮我们四妈祖把这个宫顶盖了起来。对啊，然后其实龙德宫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行善，跟我们一起去行善。今天公主是到台中参加我们四妈祖慈悲行愿团的开会，我们有十间的宫庙联谊。那这未来我们都是要为国家社会来付出，要做啊，要做贤书，做好书哈。嗯。啊，我们一直在凝聚大家的一个共识。哦啊，上好咱是莫有一挂天灾地变。哦，但是当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公庙我们要做出四妈祖的博爱、慈悲的精神。好，阿兰都要去协助一挂咱需要的所在。那我们一直在行善，可是以前我都想讲吼，当你选择要走的路吼，别人如果不理解，我们就不要一直去解释。但是现在不是呢，主人啊，这几年吼，我们的一个绕境啊，好像每年都有一些乌龟伯落个说个吼，酸民呐、啊，酸民，真的很酸。那龙德宫的我们的里面的义工也好，香客也好，我感觉水平都很高，因未去你跟人比较，为什么不赞？无采取哪罪？对，伊乌白讲，咱去盖搞得乌烟瘴气，我们觉得说都漏了自己的格，哦、所以讲，咱一直拢保持咱点点，但是飞神放佛，海庙海道，因果受报，地界难得哦。真的，很多人，人这对因果来讲，真捌真惊，是半捌半惊，唔捌的拢唔惊。所以很多人他，人云亦云呢，别安那讲。人家说什么他就对人说、我们这几年都是绕境走到鹿港天后宫挂会进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们每年也是都坐游览车回去祖庙一座进行，我们都有五台游览车，后个月四月十三我们就是五台游览车，我们也会回去那个公关宫去业主进香哦。对，我们对祖庙，对我们的开山六妈祖的一个恩泽，我们一直念念不忘，是因为苏东西在我们起庙要压头开始要起进前，是我们到北寮那年走入第十年嘛。我们来先讲一下我们的进香史。龙德宫开光民国86年开始，87年圣母就用6台游览车进香，是，然后隔年的话就12部到北寮中环宫，再来18台、24台、36台、48台、60台，第八年那年108架游览车，108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我那年我第一次来龙德宫，第一次跟人家进香，第一次知道排厕所要排那么久，5400人，再卖了，我们是封街吃饭，那后来第九年妈祖领到的指令就变成他不坐游览车了啊！大家惊我用这108台要变几台？嘿，啊变惊咯，惊到惊去南口地林寺，惊两天。然后再来第十年，他就南巡了，走到大甲镇南宫，来回5天。然后第11年开始，我两只脚吐，就是吐气啊！咱的祖庙未了，中环宫前后走了10年，所以说这条路真的很辛苦哈。然后我们这中间我们不曾间断的就是我们每年啊，我们如果说那我徒步的时候都是坐游览车，是每年都有登在周边啊，每年都有的哦，都有。然后在走麦寮的10年，其实我们的公里数是多少你知道吗？448，恭喜叔叔欢哦，叔叔好哦，叔叔拢听课，但是行到麦寮的时候面聊聊因为我们沿路只能走西滨，你知道以前我们第一天的路程从桃园要走到哪里？走到永贞宫，哇，苗栗永贞宫。好，在之前是走到哪里？那个竹南的龙凤宫，龙凤宫是一尊大尊，大尊妈祖。我从那行到遐时，我看到妈祖，我目屎都流出来，不是感动哦，是因为我看到一件狗。所以说这一路上其实我们48公里我们只能走西滨的来回，一直赶路、也是一直跟我们10年走完之后，也是一个大路，因为四妈祖刚好要起庙。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到了麦寮，妈祖四妈祖他带到入庙第一件事情
跟开山六妈祖参礼好了，他跟我讲，请两间公庙的主委到前面来。司妈祖就说，他跟六妈祖他们的一个交代，三年四妈祖要 开始盖庙，也要开大书房，所以开启的我们要缩短香路。那我们三年过后，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哦，咱缩短就是行到六港的环头，但是到六港环头了，你也看缩短的香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到处去能见可以被看到。我开始走台一线，台一线走完了以后，哎，妈祖进来，他不走西边跟台一线，他开始走山路，从苗栗、铜锣、三义、后里、丰原、台中、乌日、彰化、鹿港，哎，几条路行过，嘿，较早妈妈做行过。对，所以讲我们缔结了很多的善缘，跟很多的一些地方民众是福哈，因为先没有那样的联系。代天巡秀，然后他要睡进地方，也要巡幸赐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在这几年不断，你甲看哦，咱今年阁换三间主教庙，有个人问讲，哎、欸，你那一地换主教庙，哎、啊，是对恁无好？那有啊，大家嘛对咱足好诶，足好足好。啊，但是咱会换主教庙，是因为先要伊即马换路线，他到处去游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广结善缘。没错。上天安排，就是要让我们慢慢走到可以开阔。以前在走啊，448公里，人家跟我说，欸，主意啊，你走448公里很辛苦的。我说不会啊，我很欢喜的啊。他说真的哦，啊，你走不过那么欢喜。我说是啊，我欢喜我们的祖庙在卖寮，不是在屏东啊。所以你看哦，如果说我们的祖庙不是在卖寮，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我们如何能每年都能够徒步？好，大甲镇南宫、麦寮黄安宫的主庙都是每周，都是每周天上圣，拢是每周祖庙。啊，敢有法度当年登去祖庙？对啊，无可能啦，吼，伫大庙。所以讲，咱维哥讲到，然后要甲大家讲，就是讲，龙德宫从来无白做，而且我们时时都感恩。感恩麦寮广范宫，感恩开山妈祖，感恩众神明。迄阵咱要改行鹿港，要速地香炉，是咱起庙三年好了的时阵，宫主阁问讲：欸，啥物甲咱讲的三年期限已经到啊呢？咱嘛阁等你清洗哈。我会记迄阵啊，农历五月，因为八月妈祖就要看你啦。我那个搞，阮搞件都还在哦。是。吼，啊，迄阵到位。开山妈安那交代，上面我们都还有记录，哦，所以说其实咱这大阵人要出门啦，那不是叫祭叫灵，哈，不是叫神仪，那出来真的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担保一路上的一个平安还有圆满，真的，哈，啊，所以讲哦，对于很多网络酸民的一些指控啊，我感觉讲讲哦，讲到家来哈，也需要让大家能够要了解一下真相。因为哈，龙德宫若非沉得住气啦，没有办法走到此时此地。真的，好，那慈悲也要有度量啊，作恶多端就不可原谅。好，所以讲，永驻伫咧民国110年，伊个去，三条路海清宫，伊个写一篇旧忏，就是因为针对人讲，咱白做。咱无等于招标，然后给你扭曲，然后说我们去祖庙要钱要不到，哦，就翻脸就不回去，然后祖庙送我们一块匾，我们也跟他讲说我们都不要，那送一个长明灯，百万的长明灯，我们都谢绝了，哦，咱党民拢交去交工，但是咱对招标后他只字未提，然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但是一做一挂假出来，莫须有的东西，好，那。今天公主哈刚好出差，我想讲我无伊遐敖讲话哈，用影片来说话。对，我们把影片播放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其实我们的缘由在哪边。那导播，我们让大家存放影片，看一下影片。
三条轮海清宫，包公祖庙酒厂苏门，福义千钧润滑岩路殿，一路心香溢青天，传神拜请灵府五殿，岩路天主保护千岁，十殿阎王阴阳师公，黑白无常，总请通力一律，一切即将即事，圣者尊前，香烟沉沉映乾坤，真心一念透昆仑，有事虔诚来祈告，无端不敢上金殿，唐梁德江天上圣庙，四马祖文化地主有罪，罪者丁素珠，身为公主英明名字，尽心固守圣业，却因能力不足，无法保护桃园龙德宫清誉，捍卫四妈祖威信，保有义工团队一座安身立命的修行道场，让十方善信与三界众生有一处遮风避雨的皈依殿堂。长期以来，桃园龙德宫遭受有心人散布谣言，毁谤欺凌，横行无忌，借由媒体网络之便散布不实言论，打击桃园龙德宫的清誉，三清弟子丁素珠却力有未逮，难以驳斥，令桃园龙德宫蒙尘含冤，难以向上苍及四妈祖交代。今日戴罪率领团队108位义工，击鼓申冤，奉请诸圣佛鉴察做足，惩凶除恶，寄望杜绝后患，相信因果是最高的法律，仅将恶行公诸于世，详述如下：一、桃园龙德宫于辛丑年奉玉旨徒步绕境，前往鹿港天后宫挂会进香，本宫管委会专程至主庙麦寮拱范宫正殿请示开山六妈祖圣裁，之后遵照开山六妈祖指示维持缩短香路，徒步绕境至鹿港天后宫，让四妈祖能够到处寻幸是福，不料却被多事者在网路上质疑并批判桃园龙德宫伪造，又以假设性的文字操作舆情，并影射桃园龙德宫是因为向麦寮拱范宫索讨数千万元建庙经费未遂，所以翻脸不回主庙。事实上，桃园龙德宫从未向麦寮拱范宫开口索讨任何金钱或物品赞助，此言无疑
剪断拇指血脉道源，伤害自身，堪称人神共愤，这般罪孽深重的行径，可恶至极，不可原谅。二，在网络论坛上，借由一面贺扁孤零倚靠卖寮拱饭公狼毙照片，针对桃园龙德宫入火安座时谢绝主庙匾额，又婉拒一盏号称逾百万元的长明油灯，蓄意挑起议论，借题制造无谓事端，进而吸引好事者留言，居中加油添醋，煽风点火，卖弄文章，致使诸多信众心生猜疑，裹足不前，彷徨于正法门外，其心可诛，罪不可泯。三，借由网络平台操作，预设立场，导引评论，偏颇辛辣的指控批判，皆与桃园龙德宫的真正作风及社会评语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蓄意加害之心昭然若揭，令人发指。倘若桃园龙德宫与本人丁树珠确实如网络指控或谣传所言，丁树珠愿意独自一人承担因果，受到最严厉天谴因律制裁。誓愿在众神圣及道业先进见证下自我救场，倘若有心人指控属实，丁树珠立刻受限自爆，已遭五雷轰顶之天谴，功败人亡之极行为报应，已是正气凛然，兵轻操守，可受天谴。犯言之，造谣抹黑，信口雌黄，恶意重伤，加害桃园龙德宫，毁谤圣道正法者，必当受因律最严重之惩治，以绝恶习、恶根、恶循环。本人丁树珠在此抗声，严厉救场。一，主谋策划及蓄意帮凶者，必受天谴报应如下：家破人亡，历代祖先不得超生。二，妒心故意，以讹传讹者，亦须受报领罪如下：九玄七族连坐同罪。从今以后，若再有任何人加害桃园龙德宫，诋毁正道，借由媒体兴风作浪，散播不实，制造事端，或暗中作梗，伤害同修道亲，破坏团队和谐，
扰乱清修道场者，个个都必须领受上述第一条的抹害重罪对应刑罚。铁律长存，千秋万世，恳请上座列位圣佛发感做证明，证明善，证明恶，证明善恶皆分明，纠缠必定有所应，纠缠速报遂证明，福困阎罗王及众神仙细查研判，下心诽谤清修地，天镜、月镜现原形，毒蛇搬弄是非者，因果地狱不巧生。祈愿桃园龙德宫从此拨云见日，薪火相传，正法久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金鸿上门，三清地主定所住，焚香别拜，赤诚上心，天运辛丑年七月初八日辰时。哇，真的是哈，按铃申告呢，像安尼包工作哈，真的哈，心深渊呐哈，啊，你这个旧唱文，诸位兄弟下来哈，系啊，总共2500多里哈，我们今天看到的影片大概13分钟，啊，全部的话应该是20几分钟，这是精简版，这是精简版，啊，咱讲哈，啊，这是算大出来了哈，因为当初伊的旧唱。那是李作丹哦，功败人亡。其实不以霹雳手段，就难显菩萨心肠。哈、哦、啊，龙德公不是没有作为，哈、哦，只是咱的忍耐是一门的功课。啊，面对很多的网络的这些啊无端的一些谣言散布啊，其实我们也是相当的苦恼。哈、哦，这得人讲五年最衰头壳，你知吗？嗯。苦恼，真的苦恼。可是我们真的也需要事实的澄清。我记得在111年哈，咱旧厂这批完了的时阵，还等你，那么是等于讲未了姜还姜。然后我们在出发之前，一样网络上面又讲说，你们要就走路回来，不然就不要坐车回来哈、啊。就是很多的一些酸民呐哈，咱干嘛讲不胜其扰。那到了祖庙的时候，我们刚好网络的直播，哦、我们的小编那阵跟咱的麦寮广泛宫的吴国宝总干事、哦，也做了一段的，哦、很、啊、真实的专访，哈、哦，咱等下看麦下子嘞，看看我们还原一下事实啊，总干事的说法。来，我们请下影片。那么在我们今天呢，业主进香哦。啊，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哦，在大家呢整齐的队伍整队之后，我们马上要进到内殿哦。转天灵环在中庙，北寮中晚中，开山妈祖众神像座前，行三拜五礼，献拜，再拜，三拜，礼生请吉祥。是哈，好，来，我们是不是也请副主委给咱大家粉丝好朋友共归故啊，喂，好不好？打招呼。啊，非常欢迎哦，
咱桃园龙德宫啊，倒来咱祖庙吼，啊，大家真快乐啦！啊，希望若有时间，较常来佚佗啦。多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总干事，哇，总干事好，是是是，是是是。各位，我们桃园龙德宫啊，各位师兄师姐，欢迎接无闲吼，啊，伫博雅中间啊，登来祖庙吼，甲咱祖庙咱姜元姜来一做亲娘啊，非常欢迎吼。啊，代表管理委员会吼啊，祝咱大家会当顺利圆满。啊，有关吼。即阵啊，即阵啊，算讲咱龙德宫参咱是共脉吼，因为咱是永远永远的祖庙吼，啊，就是伊当下有咧外口有一寡咧流传一寡算讲较无好个样个吼，但是伫遮个时，代表咱做，因为咱是祖庙是永远的祖庙，啊，参咱龙德宫嘛是永远的吼，迄种算讲拢永远的交情安尼吼，啊，有关迄讲。立会安做安怎讲？啥物提钱啊？是安怎？迄根本是无影的代志吼。啊，希望吼一家有心人士吼，不要在那边吼，是讲底下咧讲话有诶无诶啦吼。啊，会当互阮两间宫吼增加更好的友谊吼。啊，大家会当共同吼完成咱妈祖的愿望。啊，咱九万宫妈祖分灵嘛是有真侪所在啦。啊，所以咱吼是讲那。尽量吼，咱都以解平常心啊来处理完满的工课，吼、哦，唔是讲外界所想的那一些吼、哦、有诶无诶，顺吼未来造成阮两间中诶友谊吼啊非常不对啦吼、哦，啊希望咱各位吼先进大德吼，爱当共同以妈祖慈悲诶信念之心吼、哦，啊来共同啊来扶持妈祖，啊共同吼，互咱妈祖慈悲吼，会、哦、当。更加啊来发展光荣吼，啊！伫遮祝福咱大家事业啊，大家平安快乐安尼。是总干事啊、哦，那么我想甲你请问几个问题啦哈、哦，因为咱有粉丝伫咧问这个匾额啦，甲咱的油灯啦哈、哦，因为咱当初哈、哦、要立会安座的时阵，进前啊，姜黄姜这边只敢那冇做一个匾额哈、哦，啊，这个部分诶、是不是冇甲大家小？来说明一下啦，好，大家稍示意一下哈。因为这油灯的部分吼，阮伫祖庙这边的想法就是讲，咱来做一个油灯，就是讲会当用薪火相传嘛，吼，会当互相都延传落来。啊，因为咱对咱宫主吼，咧考虑讲，我咱的建筑，咱龙德宫的建筑是下底一层、二楼一层、三楼一层。啊，你所以啦，油灯你也看嘛吼，油灯是爱底下掉落来。啊，掉来变成去砸到咱的玉皇大帝，吼、哦，啊，佮下底的电，吼、哦，所以算讲，咱龙德宫的宫主是无爱安尼，算讲会去影响到关顶的格局的问题，吼、哦，啊，变的时伊嘛是无算讲无内底庙的庙内拢嘛无彩变啦。就我知影，就是讲所有的宫庙吼，嘛足侪人要甲咱送，但是咱拢是。伫个提前甲大家，就是谢谢大家的好意嘛，哈，即个部分啊，嘛是总干事跟大家讲一下。哦，啊，有关迄变的问题，就是讲，咱的孙，咱龙德宫遐无所在通去放种变啊，伊都伊的格局参，伊的建设的格局都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啊，但是咱庙这边嘛是拢算有准备啦，啊，就是说讲后壁，因为这格局的问题，宫主嘛。都向个江苏阿伯入会进前，就有甲咱讲无法度送安尼啊，啊，所以唔通吼外口的人员吼，啊，尽量卖有些人是卖后边猜测安尼啦吼，啊，希望会当啊，互阮两间江，阮两间江的友谊吼，更加长存，更加友谊，更加长存安尼，吼，比赶快嘛，那就我常咧讲个，那就嫁出个早嫁对无？咱吼婚姻出去，那就咱嫁出个早嫁嘛，嘛有。大汉早嫁较好嫁，毛二汉早嫁较好嫁，毛三汉早嫁较好嫁，所以拢一视同仁，啊，就是咱的做一个这个部分，安尼吼。那对于哈，咱这个龙德宫咱新庙哈，我们入伙安坐了后哈，这个网络上某人咧讲啦，讲咱是安那无按照承诺讲登来做庙业主挂会，因为这个部分咱是毋是六妈甲四妈因？新民之间无是我因的交流，甲因的看法，这个部分哈，总干事是不是来甲大家某小说明一下？
这个新民的部分吼，因他们怎么拒绝，咱是都未了解嘛吼。这个是咱开山马参，咱桃园龙德宫吼，咱四马祖会接合的部分。啊，但是咱桃园龙德宫为民国86年啦吼，86年到今年81年，当年嘛有回来啊，当年嘛是有回来咱这进乡啊，当年嘛有回来咱一组啊，当年嘛有回来，算86年到今嘛嘛是拢无间断。哦，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啊！我内底嘛有资料，拢会当登记讲，咱当时因为咱86年开始，吼、哦，拢当年嘛拢有登来遮安尼，咱就有当时也是坐游览车，吼、哦，啊，无徒步，咱了境安尼登来，吼、哦，足侪方式啦，吼、哦，是。啊，上尾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总干事甲大家嘛说明一下，因为。伫个咱起庙的期间吼，嘛是有一挂传言呐，就你讲咱是为着钱啊，陪做这个部分吼，咱庙嘛已经拢起好了啊，所有的钱项各方面拢非常的清楚啊。咱甲总干事这边者是毋是，无来甲大家小做淡薄仔说明？无啦，有关这钱的问题，因为咱两只脚嘛无甲所庙讲要偌侪钱啊，无啊，无这个问题啊，是伊主要伫收集的当中有一些摩擦的问题了了。根本无咧讲这钱的问题啦，因为咱结做早嫁，咱咧稍微讲迄钱的代志，哪有可能的代志啦？吼、哦，而且甲代表咱甲大家说明一下，因为钱吼、哦、是无咱两滴讲无咧讲咱都爱甲造善做偌侪钱吼，拢无安尼吼。啊，非常感谢总干事哈，给咱的说明，谢谢。平安哈，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平安，好，谢谢。谢谢总干事哦。刚刚看了影片，那就可以一目了然，也听得很清楚哈。其实龙德宫里面的话，没有半块匾的挂，因为我们也是高挑的，就是那个高挂的那个什么。咱的挑高格局，其实你即马来龙德宫看，对于阮有长明灯，到底有吊几块匾，完全都没有。是啊，因为一开始我们设想就是没有这些元素，好，所以公公。真侪咱都是无地生食啦吼、嗯，啊，造成咱遮侪吼一寡不明就里。那刚刚我们的总干事也有讲说，我们跟祖庙没有任何金钱上的一个索讨要求。龙德宫咱主起庙到即阵哦，吼完全这都是拢人家的一个乐捐，包括有一些公庙的给我们在赞助，咱哪有可能去养透？哦、而且四妈祖他有讲过，咱的四妈祖就有个性，伊讲他不喜欢不乐之捐，是，所以讲祖开始，咱唔捌用迄地缘婆处理外号地缘呢，嗯，是所有的信众，因为看到圣母的盖庙发心，都是临柜到我们的服务台这边来天奉盖庙赞助，啊，不然就是由我们的专户。汇款进来，没错。哈、哦，有人甲我讲哦，哎、欸，我注意你唔在用迄电簿，我一人一本处理外号电。我讲唔对啊，啊，我即马来印一本真诶处理，照高分寄出来要安怎？是，我们都没有。所以说啊，很多的事情吼，其实咱甲上落尾吼，咱弄了当看到真真正正吼，真实的一面啦吼。嗯，今天的一个内容啊，我是感觉讲，还多有一项啦吼，会当予大家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吼、哦，啊，咱足济考验，足好做的，就是因为人讲对人讲，是不能人云亦云呐、啊。嘿，吼、哦、啊，后来不知所云。真的，你唔知讲，你讲的这到底对啊唔对啦？吼、哦，其实咱爱清君子，爱弯小人。小人是啥物？就是歹人。嗯，啊，起码做甲咱安那分别好人甲歹人。讲好话，伊讲好人讲好话，歹人讲歹话。你去想想看，这一句道理是不是真的？哦、那 一直在散布一些、哦、不好的言论啦、啊，吼、哦、啊，在搞你洗脑，这样的人你都要叫谁哩？因为他不怀好意。好的人善心善念，时时感恩，拢在赞叹，拢在尊重别人、哦。所以讲，这嘛是咱龙德宫吼啊，未来咱来去学习的所在啦，吼、哦。其实啊，个人作业，个人担，阎王目睭金金看。吼、哦，啊，今仔咱看到这个啊，旧产这篇吼、哦、啊，它是精简版，时间的关系吼、哦、啊，日后如果我们有全部的一个完整版的公布吼、哦，欢迎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啊 YT 上面去浏览吼，啊，你去感受吼、哦，为什么要有108个穿白衫黑裤，咱的文生去到三罗殿，伫咧三条轮海清宫，阎罗天主。
咱的保护泉水咸到我面头前，咱为了冰这道所本。真的，从107年跟110年，为救抓到去救场。另外，我们只能够说太佩服我们的丁公主的勇敢，没有她勇于承担这么样的有魄力的去辟谣的话，桃园龙德宫真的到现在可能还是在盖地下室。啊，你不是讲妈祖有三个一个要素？来头一个。妈祖灵感。第二个。丁公主足勇敢。第三个。咱家地主足空旷。好、哦，然后相信哈、哦，一个很清凉的道场，好、哦，我们只要努力的耕耘，最后面一定会开花结果。好、哦，醍醐甘露，法喜处处，金香玉桂。装满福慧，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这一段的一个内容。也趁都要好公主哦，这礼拜哈，伊都要有重要的任务哦，落去四妈祖慈悲行愿团。哎，不过今天这个影片播出哦，不单单只是事宜哈，跟好朋友分享，我们也跟有些有公有庙，他们私底下其实也很多问号。借这个时候，慢慢来嘛，搞有公有庙哈，借此澄清一下。桃园龙德宫哦，我们还是小草，希望大家多给我们鼓励跟加油哦。是啊，咱行端正正哈，我们都端正自己哈，所以讲才会当得到天助哈。看到咱的龙德宫，很多人来到龙德宫哈，都觉得很赞叹哈。希望大家各界哈能够多多疼惜我们哈龙德宫这片小草啊，给我们呵护，给我们滋润。上落尾吼，我嘛一只要祝福咱所有咱荧幕前面的好朋友吼，四妈祖给咱一个足好清凉的道场吼，希望大家拢会当收收成果，给咱福田丰收。祝福大家，我的好话今天讲的比较商业哦，哈，祝咱大家厝内平安家乐福，生意兴旺大润发，福德永远利百代，五世齐昌。德恩堂，大家知福惜福再造福哦，哈！好，我们祝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好，我们再见喽，拜拜！再见喽，给我们加油哦！